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跟咱隔壁人请安一下，好，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现在的生活中可能要小可照顾咱家己的身躯，咱啊家己的身躯有小可问题，可能要找医生来检查。伫即个拜拜三，我去台北来开经济部的会议，就是咱的土地要变作文创公司。伫即个去到台北的时，接到吴文忠牧师的电话。甲我讲，伊个师母已经过身去。伫拜三我要去台北，也是准备去看伊。总是无拍算，等我去到台北，也未见到伊最后一面，已经就离开。原因就是安尼，就是伊伫几冬来，拢会感觉只小可疼疼吼，拢无在意啦吼，疼疼无啥在意。结果一个开始大疼了后，一检查就是癌症的末期。所以我期待咱祈祷很重要，总是检查医生也很重要。我有一个人来当伴，叫做王文胜牧师，他在高雄的交情在牧会，他常常吃白蜡不到就疼，吃白蜡不到就疼，所以他认为他的胃疼不好。还有一次，他吃白蜡不到很疼，他过去都没检查医生，所以那一天很疼，所以送去高雄的中间来检查。一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是心肌梗塞，不是不到问题，要手术的时候已经不复，所以怎么离开这个世间。他检查一回在六年前就已经离开了，你看这样五十几岁就离开这个世间。所以我期待我们有破病应该要祈祷，还要检查医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知影即马看，毋是检查医生，我医生甲你检查，我医生甲你检查，无你，我恁足好滴啊，医病哦。无检查吼，你会发现大概几多拢会中着魔鬼的诡计啦吼，迄种魔鬼的诡计吼，所以求上帝来甲咱三个同在就是一项，第二项就是咱真感谢上帝。等咱去申请文创公司的变更了后，咱伫即届得到安平港区联谊会会长的支持，嘛得到台南南区工业局迄个执行长阿梅姊妹的支持啦吼，甲文化局台南市政府对咱的支持，所以咱去啊，即届报告嘛比以前继续好，所以呢，咱就通过吼，即届有通过吼，咱伫过两个月后。要面对一下教会教授甲咱讲神啦吼，请咱大家为这个代志祈祷。总是这个过程后，咱阁面对一个困难，就是咱来交七百几万的回馈金啦吼。当然蔡长老甲我去吼，伊足力争吼，讲叫咱看咱减免几百万啦吼，结果是无可能吼，迄个法条有三条，无一条咱是符合的吼。因讲恁为工业区啊，甲变作。文化用地吼，迄、土地的价值实际上唔是用钱会当去衡量的，所以因感觉讲收七百几万是合理嘅呢啦吼。所以咱爱个加负担七百几万，那呢一平吼，咱的负担，佮加负担的钱是一平爱个加3500块啦吼。咱的土地一平吼，含买起来爱加3500块安尼吼。所以咱记得住吼，咱会当伫七百几万吼，可能伫今年爱付清安尼吼。咱期待那付清了，咱明年的各话者，咱当来做开工典礼啦吼。所以请咱大家人落地啊，可能哎，拜托你，你可能会足艰苦。不过真感谢上帝吼，咱为几当前买土地个即马吼，咱嘛拢无伫讲红个代志啦，咱个即马已经得要借5000万啦吼。这些是足感谢上帝的代志哦，我们到现在已经1亿5000万吼。所以咱过来伫明年，咱来过了后吼，咱要个第一波吼，咱要募款吼，只3000万啦吼，五万咱当顺利来动工，求上帝来祝福咱。咱只有仰望上帝祝福安尼啦吼，我们只有仰望神的祝福吼。一再去吼，咱所读个圣经吼，咱所来你去读一届吼，咱读一届吼来，我们来读来读一届后来。
伫个要读圣经以前，我可能看一个故事好哈，看一个故事可能袂歹哈。啊，这是一个鼓励啦哈，一个故事。啊，这是一个顾忠亮啊，加伊老爸叫做顾连松的故事哈，诶，故事。啊，真侪人传给我，我知影真侪人真看重这个故事啊，所以我真唔忙，互你知影这个故事。就是迄、那个顾连松啊，伫美国过星期啊，稳当个台湾的时。啊，我发现伊是基督徒啦，他是个基督徒哈、啊。我错一个，想讲这个人较早都唔捌人讲基督徒，安尼忽然间用教会仪式在做个别礼拜吼。啊，有一个欧阳牧师啊去带这个家庭来做迄个个别礼拜安尼吼。啊，原因是啥呢？你读看卖吼。啊，你甲看这张图吼，你甲看。啊，一生最好的礼物就是中信金前董事长哈顾连松啊，伊来写的哈，伊来写的。啊，写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欧阳牧师，这个我唔捌的，这个我唔捌的。啊，我大约讲这个故事，我大约讲这个故事。我感觉基督徒是每一个时阵拢爱将那福音传予咱的兄弟姊妹，传予咱老爸，传予咱的老母安尼啦吼。啊，这个在写的中间，你写讲伊的老爸是一个啊真严肃的人，啊对囡仔真严厉，啊一世人啊唔捌啊有好笑容啦吼，唔捌有好笑容。伊安怎来信耶稣的呢？要紧是伊的囝顾忠亮吼。顾忠亮，诶，妈妈就是顾连松的太太，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这孩子在要睡以前，这个妈妈拢会讲福音的故事，和这孩子啊去传基督，啊，礼拜日过会传一礼拜，啊，总是这个顾连松诶啊妈妈呢，伊的妈妈吼是一个佛教徒，拢会带孩子去拜拜，吼，啊，你起码你听好哦吼，一个做妈妈的带孩子去带孩子去迄、那个。去对，去，那有一个人卡电话入来哈，奇怪，这手机不是我的。OK， 迄个囡仔，妈妈出来去礼拜，阿妈出来去拜拜。一般的妈妈拢会讲，这叫做什么？属灵的征战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就一直不爱有囡仔去拜拜安尼啦，哈。总是我发现这个顾连松的太太足有智慧。等这个阿妈要出去拜拜时，演完可以 去拜拜。我感觉就是上大事吼，像你也记得吼。总是迄个福音的政治，政治什么人呢？政治迄个囡仔的心内。等这个囡仔去美国在读书时，去拄到一个人叫做王文祥，你唔知知这个人无？就是王永庆的囝，拢传耶稣给伊啦，一直传耶稣给伊。啊，每一个见面啊，拢会传耶稣给伊。你敢知影？当王文祥有一届得鼻咽癌有无哈？王文祥得鼻咽癌上来个香港咧治疗的时，顾忠亮走来个香港个看，伊无烦恼，因完就福音个一届讲予顾忠亮听。伊心内开始知影，一直相信上帝。啊，佮有一届呢，拄啊好，伊王文祥已经好啊，啊，走登去美国。啊，文祥，我大家都讲王文祥，你也叫好王文祥信耶稣。这是就是真趣味的代志吼。OK， 你知影，当王文祥登去美国了，有一个暗时敲电话给顾王文祥敲电话给迄、那个顾忠亮，甲伊讲你有啥物代志啦？伊伫退机都心内足艰苦安尼吼，心中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啊，你好，才了解。迄、那个顾忠亮在甲讲，伊发生一个叫做红火案，就是这个案安尼啦吼，爱替伊祈祷，叫伊倒来台湾面对这个官司，上帝一定会保护伊，上帝一定担起伊的重担，甲担起伊的罪，爱才变个足欢喜啦吼。所以伫美国倒转来时，伊一个祈祷讲，唔忙，伊倒转来迄班飞机吼，记者无发现啦，啊结果呢，真正记者无发现吼，迄天有比个大案发生啦吼，啊所以记者咧做迄个另外迄个案，哎，伊的代志被忽略掉，被忽略掉。了，伊就转来个台湾，伊就开始靠主啊，是从基督读圣经啊，找救主啊，这个伊变个足喜乐。哎，老爸讲啊，这笑诶，你知吼？那安尼，但是这咁中国这欢喜安尼啦，伊才将福音介绍伊个爸爸知影，伊个爸爸才接受主耶稣。讲伊老爸接受主耶稣，他变一个人啦吼，他每天足喜乐，他变得很喜乐安尼啦。哎，你看我感觉接受耶稣的人会变做安那，足喜乐嘛吼。伊讲当当已经耶稣甲恁打去啊。啊，所以伊个家庭就安尼独偶像吼，完全信靠耶稣。
但是我有感觉一个代志，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吼，咱伫每一个时间拢爱把握机会吼，将福音传到咱的兄弟姊妹，啊，传到咱的老爸，传到咱老母，你知吼？啊，你甲看当啊，顾忠亮信靠耶稣了后，啊，即几当伊咧做嘅工作，含较早做嘅工作较无共款吼。你定看见伊那像咧做一寡啊，真侪祖先嘅工作啦吼，啊，较毋是讲咧做银行嘅工作，即个人啊改变啊，即个世间足侪所在对安啦，都会改变啦吼。这个世间足侪所在改变，我今嘛上帝伫咱中间做奇妙的工。OK， 请你来看下圣经哦，看下圣经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。看你姊妹，咱来读下圣经哈。我们来今天来读今天的圣经。来，你读我读好来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。来，大家，大家都好哈。来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哪里野地去。那耶稣听见什么？我需要从这个背景来讲一下，就是耶稣听见伊的表兄叫做西西的约翰，去给西利个斩头。这个西利是当时的王，这个王伊是加利利海这个所在王，伊的土地长50公里，宽25公里。比一个官长较少，你知影？当时伊做一个王，即、這个土地的王，你知影？啊，西西约翰时常指责即个西利王，讲伊离开伊的太太，娶伊的兄哥的太太做某。啊，伊一直真奇怪，伊总爱迄个啊西罗底，就是总爱听即个哥哥的太太，啊，伊甲娶来做某安尼啦，两个人啊真恩爱安尼啦吼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的查某囝伫跳舞啊。伊生日啊，该讲伊爱啥，伊甲讲伊爱约翰的头。即、這个囡仔讲爱约翰的头，所以伊就将约翰的头甲斩落来啊，送互伊做生日礼物。安尼吼啊，当耶稣听到即个故事了后，心内非常的艰苦，他心中非常非常的苦闷。所以迄个时阵，耶稣啊，伊去甲对，啊，你倒转来看圣经哦，吼，看倒来看圣经。耶稣听见即个代志，就上船为遐吼，从那里。独自退到野地去，退到野地是对呢？伊就是去到加利利海诶一个海边的所在，底下的安静家己，伊底下安静家己，底下的治理家己的忧伤。我相信迄个时阵耶稣伊心内一定足痛苦，一定足忧伤，伊足爱需要安静，因为一个表兄过身去，嘛可能伊变化死，伊嘛可能会死，总是迄个时间毋是死的时间。啊，所以伊需要退到旷野去。总是圣经安怎写，你甲看吼，讲众人听见就为达城行路来军队伊。耶稣去甲对，人就对伊甲对吼。伊去甲对，人就对伊甲对。你看十四节，你看耶稣就出来，看有足侪人就怜悯伊啊，安那医治因所有的病人。伫这时阵吼，我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真大的震撼。一般人那伫忧伤啊、艰苦、伫安静的时阵，拢无爱人吵。总是耶稣的考量，唔是伊家己。耶稣的考量是人、别人，即个人需要来军队伊，所以伊就医治因，伊就怜悯因，伊就讨帮因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考量是甚物？唔是伊家己伫天顶的荣耀，伊的考量是甚物？要安怎通过伊的囝耶稣来拯救世间的人？所以将伊个囝耶稣切派来个世间，为着世间人来牺牲，来定时价。神考量的中心，伊思考的中心，唔是伊家己，伊思考的中心是别个人，人的需要，唔是我的需要。我感觉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我真大的学习，就是耶稣在迄个真艰苦、真困苦的中间，伊永远无去予迄个困苦，无去予迄个忧伤甲绑掉嘞。伊永远用别人做中心来医治人，甲讨别人。我发现咱一般的人吼，一般的人的生活毋是安尼。等我伫安静的时，等我伫忧伤的时，我拢无爱人吵，我门关起来，我插插你安怎？敢是安尼？我的考量就是我即马需要啥，毋是别人啥物需要啥。总是耶稣的考量是，即、這个世间人需要啥？即、這个世间人是需要啥？我有一届去嘉义要去拜访一个牧师。因为迄个牧师伫地理教会顶面吼，伊个行政做甲足好啦，所以阮就真唔忙会通去拜访伊啊，唔忙伊教阮一寡教会诶，即个法规啦、教会行政即个代志安尼。
所以阮就去甲嘉义。